兄弟们喊又来赶喊了，一只可爱的老虎蟹儿正在钻沙子呢。来吧，我的小可爱，跟我回家喽。我这个天哪，这是迷你版的小八爪正在喷墨呢，一肚子墨水啊，好黑呀、啊，还会变颜色哦，一闪一闪的，像个灯泡一样哦。这是一条称心如意鳗呢，哇塞！别跑，哪里走？祝朋友们称心如意哈，好运连连。大海中的毛憨子、雪蛤，这就是它了。这个炒个辣椒吃，那是嘎嘎香呢。猫眼螺排成排呀、啊，水碾刷一直发财哈。推沙的高手，跟我回家也累了一天了，给你洗个热水澡去。嘿嘿嘿，这是一只龙骨虾呀，哇塞，好漂亮哦。这个咱就不要了，放着它吧。拜拜了你嘞。这是一只小梭鱼啊，哇，这个天哪！带回家红烧一下，呵呵，别跑，哪里走？两只漂亮的五角海星啊，能给俺脸上见的你哦。皮皮虾特别顽皮呢，在干嘛呢？扒沙子玩呢，跟我走，咱得回家找个男朋友去。嘿嘿，这里发现一只漂亮的海螺呀，哇塞，这是海螺壳，没有肉呢。这啥鱼啊，哇天哪，铁电子鱼吗？喜欢大海的点个小红心啊，加个关注，你看我赶海喽，最近直播间看我直播。